1996年3月5号，一对聋哑夫妻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宝宝。而不幸的是，这对双胞胎姐妹同样也是聋哑儿。由于父母身患残疾，本来只能靠政府补贴度日，家中微薄的收入实在无法养活两个新添的人口。无奈之下，父母决定将其中一个孩子送人，而这个离开亲生父母的孩子就是赵小梅。小梅是1周岁的时候来到我家的，因为小梅的亲生父母呢都是聋哑人，而且小梅呢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妈妈没有能力抚养这两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抱到我家里来了。养父母无私的爱给命运坎坷的小梅带来转机，在慈爱的新妈妈悉心照顾下，年幼的小梅快乐幸福地成长着，和其他小女孩一样爱漂亮，也爱上了舞蹈。舞蹈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欢乐。虽然小梅自幼失语失聪，听不到音乐，然而疼爱女儿的妈妈还是为了满足小梅的爱好，在5岁那年给她报名参加了舞蹈培训班。在她5岁的时候，她和一些小女孩一起练功，但练功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和她们不一样，听不见声音。她回来以后她就自己大哭，用手比划着，就说妈妈，我怎么学舞这么难呢？节奏对于拉丁舞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而小梅呢，她是听不到声音的，所以说看似很简单的一些动作，其实小梅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得到。尽管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在舞蹈的道路上面临着重重困难，但坚强的小梅凭着对舞蹈的热爱还是坚持了下来。她有着一副甜美的笑容，一个温暖的家庭，一个慈爱的妈妈，但她心中仍然深深藏着一个梦，她想拥有一个舞台，向所有人证明，虽然她听不到声音，无法用语言表达，但她可以把心底最美的旋律幻化成动人的舞姿，展示给所有的人。刚刚我们读到了她的故事，小梅的故事。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就是小梅的养母孙建军。你好。你好。先跟大家问候一下。大家好。你好，请坐，没关系。孙阿姨您坐。孙阿姨也是小梅的梦想委托人。其实这14年来，孙阿姨一直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的在抚养着小梅长大，然后也一直全力支持她的舞蹈的梦想。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你第一次见到小梅的时候她是什么样子？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严重的营养不良，头发和眉毛都还没长出来了，所以说我当时心里就在想，我能把她养好吗？那当时家里人支持你去抚养这个孩子吗？当时我有一个儿子了，我儿子已经13岁了。我跟儿子说，妈妈给你带个小妹妹来，你高兴吗？我儿子就说可以啊，太好了，我终于有个妹妹了。但是呢，我爱人呢是有些顾虑的，因为他听不见，将来以后也不会说话，在抚养和教育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困难。但是呢，当他看到梅梅那张漂亮的大眼睛冲他笑的时候，他就觉着他要收下这个小女孩，他要抚养她。我听说小梅在生活中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对吗？是的，小梅从11、12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做家务，像拖地呀、擦桌子啊等等。你像我们现在家里的家务基本上都是小梅包下来了。有的时候呢，她看到她爸爸生气的时候或者不高兴的时候呢，她总会坐到她爸爸腿上，给爸爸做个鬼脸儿，或者是亲亲她爸爸，要把她爸爸逗得开心笑了才好。真是件贴心的小棉袄啊。对，小梅一直很懂事，所以她也非常明白自己能够继续的学习舞蹈这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所以她一直非常刻苦的练习着。对于这样的一个可爱女生，我们要怎样来为她圆梦呢？一起来看一下。
本次的圆梦地点设置在了济南的一家冰淇淋店。由于赵小梅每天都会来这儿喝饮品，所以我们的竹丹将会扮演成一位新的服务生来接待她。但是仅仅是接待，那可就有点太正常了。怎么说，也要送点特别的礼物呀。我就是这家小店的服务生了，待会我们的圆梦人就会来这边，就是他每天都会来这里吃冰淇淋跟薯条。今天我要给他送一些很特别的冰淇淋，当他一进来之后呢，我就会引导他来玩这个很好玩的打地鼠。那这个打地鼠当然是我们特别制作的，很重要的是这个鼠待会会很特别，一切的圆梦都会在这边来进行。赵小梅在妈妈的带领下如约而至，一切准备就绪，行动开始。这边坐吧，给我个餐牌，看看要吃什么。热豆浆。好的，热豆浆。我们现在有小的、中的跟大的，你要哪一种？有小杯的。小杯的。要小的。小的吗？小杯的。可以的，好，稍等一下啊。一个老北京鸡肉卷，一个酷尊原肉牛堡，一个小份薯条，一个特小杯的热豆浆和中杯的冰鲜豆浆。来来了，乐乐。这是你的小杯的那牛奶，这是您的那牛那豆浆哦，你是热豆浆。什么问题吗？你刚才不是说小杯的吗？这么小，太小了吗？要给你换个大一点的吗？你要大一点的吗？换一个大一点的吗？我可以给你换个更大一点的。那您这个你就先喝着吧，要不我给你换个大一点的哈。好，稍等。他说太小了，要换一个大一点的。刚才点错了，让我们店长说，您是老客人，喜欢吃冰淇淋。刚才不好意思，我给点错了，给你点的太小了。店长说送给你的。他们。看来这个大杯的冰淇淋绝对超乎梅梅的想象。您先慢慢吃。你来干嘛？什么意思？将向赵小梅发出圆梦邀请，到底是怎样的邀请方式让赵小梅有如此大的反应？精彩稍后开始。你没说那么大，你妈妈也不知道，等会儿问问。正当梅梅愉快地享用超大冰淇淋的时候，朱丹赶快钻进了打地鼠的箱子，并且由其他服务员告诉梅梅，我们这里有一个新游戏，要不要去玩玩看呢？你说八十斤哎，玩游戏，新的，你玩玩，想去玩玩吗？啊，去玩去。你好，我是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节目主持人朱丹，我来这边是给你们圆梦的。我们知道你非常喜欢跳舞，所以我们要承诺给你一个最华丽的舞台，来实现跳舞。
到我们的妈妈。我们杭州见，杭州看美丽的你给我们跳舞。我妈恭喜啊，找大花养老总总的我呀，我真的非常的要大哥。来到杭州的赵小梅随即投入了紧张的排练当中，为了完美的实现美美的舞台梦想，我们特地请来了国际拉丁舞大赛的冠军，中国拉丁舞国家队的陈帅来特地协助他圆梦。陈帅，世界拉丁舞冠军，刚获得全球舞王挑战赛亚太组和国际组的双料冠军。因为赵小梅听不到声音，也没有节奏，这让排练难度增加不少。从他开始学，然后到后面的练，他几乎说他是听不到声音的，而他只能用心去感受。可能你说，可能要说好几遍，一个动作会要反复，一直重复的去做。1, 2, 3，国际拉丁舞冠军和来自济南的聋哑女孩，她们经过几天的排练，将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华丽演出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小梅很棒啊，她可以通过你的嘴唇的唇语，大概来分辨一点点你在说什么内容。我们为刚刚朱丹那段精彩表演再掌声鼓励一下啊，演得非常好。是为我砸的那一棒槌吗？都不错，都不错。谢谢。当然，跳舞其实真的很难，你看。我们不说小梅吧，我们先说我们自己。练习舞蹈本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是？我记得我曾经为了一个节目的开播练过一段舞，那时候一个星期，我几乎每天都哭。是啊，更何况，我们再想象一下，也许我们马上会看到她在舞台上非常华丽的、绚烂的舞姿，但是请你，请所有电视机前的各位再想象一下，这是一个从小生活在一片安静的世界里的姑娘。他听不见声音，但他要完全释放的去把音乐当中的灵魂节奏用他的肢体表现出来。你可以想象他得付出多少努力才可能完成接下来的这次表演。而且也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因为自从小梅到了杭州，其实妈妈每一天都陪在他的身边，因为妈妈是他最好的声音的表达跟传递者。现在他马上要表演了，您得给他加个油。小梅，一定要好好表演，一定要把你最美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加油啊！各位，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赵小梅的圆梦时刻，欢迎赵小梅和国际拉丁舞冠军陈帅一起带来精彩表演。He's a little bit old school. They go to the show, I like it.Trying to be the flyest kid in the block, the popular one with the rising stock. So that's when I had this bright idea. Throw the party of the month, not the party of the year. All the fine girls couldn't turn it down. Now all I gotta do is get my parents out. Should I send them to a movie? Send them to a show. Let me think. It's gotta be long though. I said, Mom, Dad, yo, why you sitting home? It's a Friday night. Have you seen Aunt Jo? And don't worry about staying out too long. Don't fuss over me. I'll be fine alone.Have a good time. The doorbell rings, cause the party's here. I'm cranking up the stereo like it's New Year's. Walking around the house like I'm the man. Everybody do it like Eric can. First on the floor, you know that's me. Busting at the moves like it's MTV. I get somewhere along, I lost my head. Then I jumped on the table, this is what I said. People all around, you got to. Everyone together, sing it loud.I said, fellas, yo, you gotta get out. Hey, man, I heard this was an open house. Open house? Yeah, that's what the flyer said. I didn't put a flyer. Well, somebody did. Change
走。웃음만나와서그냥웃었어그냥웃었어그냥허탈하게웃으며하나만묻자해서우리왜헤어져어떻게헤어져어떻게헤어져어떻게구멍난가슴에불이추억이흘러넘쳐잡아보려해도가슴을막아도손가락사이로빠져나가어떻게너를잊어내가그런건나는몰라몰라가슴이뻥뚫려채울수없어서채울만큼아픈기만해좀맞은것처럼让我们把最激情的掌声换成大拇指高高举起，送给小梅。妈妈，我们一起到舞台上来。在这里也请容许我，请求各位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国际拉丁舞冠军国家队队员陈帅，谢谢他刚刚的精彩的表演，还要谢谢深圳马俊体育舞蹈专业学校舞团的各位老师们，谢谢他们，谢谢。在这边也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个好消息，因为陈帅老师刚刚获得香港的全球舞王挑战赛亚太组和国际组的双料冠军，哇！谢谢谢谢谢谢！刚拿完奖就赶到了中国梦想秀，特别感谢你。这一次也很不容易，对吗？我之前来也是圆梦，但是这一次我接到这个圆梦的主题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学舞蹈不难，编舞蹈不难，跳舞蹈也不难，但是跟他沟通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但是他自己最后帮到了我，因为他的执着，不管我给他的动作是他见过的还是没有见过的，他给我的感觉是他非常有自信，他可以去完成好，给了我这种力量之后，我就可以发挥我自己的想象，编出很多动作。那今天在加油加油！谢谢陈老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已经完成了整个舞蹈。对对对。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对于他来说，第一个他的自身的条件，第二个他舞蹈的基础，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程度，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作为我来说，我非常的骄傲，真的非常的骄傲。当然你也让我们非常的骄傲，因为每次到来都帮助圆梦者在舞台上尽可能的释放自己最大的魅力，非常谢谢你。中国梦想秀非常开心能有你的帮忙，谢谢你，再次感谢来到现场，谢谢谢谢。下次再次带来好消息，加油，谢谢。而且你也真的是越来越帅了，谢谢。陈帅吗？当然，为了方便跟我们的小梅一起来沟通，我们今天也专门请到了一位手语老师。是，来有请。欢迎老师在舞台上。我们先让老师帮我们问一下小梅，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对于今天的表演，终于跳下来了。她很激动，也很紧张。满意吗？对自己满意吗？满意，非常满意。那就好，那就好。
希望这个梦想会让你在这个舞台上绽放出最美丽的色彩啊、哦！嗯，当然，我刚才发现，一直到舞蹈所有的结束，咱们的孙阿姨一直在旁边，都用一种就是如履置身于一个梦想、梦幻当中的那个表情，一直在那边呆坐着。阿姨，当时您的心情是怎么样呢？非常的激动，激动的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我真是为她骄傲。我们知道这些年您抚养她长大非常的不容易。就像他刚刚跟我们说的一样，从收养小梅开始，他当然要付出比更多的其他的父母更多的爱，才能让小梅有今天。你有尝试过跟他的亲生父母有联系吗？和他的亲生父母基本上没有联系，只和他母亲还有他的同胞姐姐见过一次，他的父亲还有他奶奶、他的叔叔，15年从没见过面。15年都没有，没有。那今天小梅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做这样的一次非常完美的表演，你有没有想过，也希望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让他们看到？是的，我有时也在想，小梅长大了，他们一定也非常的牵挂，也是梦想有一天能让她见到她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以及她的家人。小梅对自己的身世了解吗？一开始她是不了解的，到了10岁以后，慢慢的她就有点感觉了。后来她和她的生母和她的同胞姐姐见过一面以后，她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了，她现在基本上都知道了、但是她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啊、奶奶啊、叔叔什么的。见过妈妈，见过姐姐。是的，我们刚刚通过那个短片都知道小梅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姐姐，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是，本来呢，她的父母想把她双胞胎的姐姐交给孙阿姨收养，但是那天刚好她姐姐发烧，没法出门，但是说好时间又到了，所以双方做了交换。就这样，两姐妹的命运成了一个交叉点之后的两条完全平行线。我们可以问一下小梅，刚才那一段表演，你希望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他们看到吗？希望。希望他们看到。希望看到。你曾经见过你的另外一个妈妈，还见过一个姐姐，是吗？见过。你想再见到他们吗？节目录制前，我们征得养母孙建军的同意，专程把赵小梅的亲生父母从成都请到了节目现场，准备给赵小梅一个惊喜。然而，让我们没想到的是，赵小梅并不希望这次见面。我们要不暂停一下，跟商量一下。导演来一下。一屏之隔是千里迢迢从成都赶来重聚的赵小梅亲生父母一家。今天不见，你们不用走出去。他说什么？他说知道，又不想见他。最后是什么？最后是什么？不想见，不想见。你想见他，他不想见你。心里难受吗？心里难受。从未出过远门的奶奶，这次一路晕吐来到杭州，只为见亲孙女一面。而赵小梅双胞胎姐姐此时也已泪流满面。15年的骨肉亲情，此时究竟是见还是不见？我们不得不决定暂停现场录影。你想再见到他们吗？在赵小梅跳完舞之后，我们本以为亲生父母的到来会让赵小梅有更大的惊喜，但是赵小梅的反应却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要不暂停一下，跟商量一下。有点，导演来一下。经过现场一段时间慎重的沟通，我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事实上，我们也联系到他的亲生的父母、奶奶、叔叔，他们在大屏的后面。大屏后面。但是小梅说她不想见。当然，我们必须要尊重小梅的意愿。可能现在的小梅还太小，她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去接受另外一个家庭。这一切我们留待生活和小梅和孙阿姨自己去把它写完。小梅，无论如何你今天都很棒，请告诉她我们都觉得你今天很棒，用我们的方式再告诉她一次好吗？你今天很棒，要加油，继续再加油。谢谢小梅，让小梅休息一下吧，让小梅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